Hello，我是小师妹。这一期我们来购置一款新年挂件，祝大家虎年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。首先，环形起针。然后绕线圈，编织六个短针。六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结尾在第一个短针上。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第二圈锁一针，在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两个短针，这一圈一共增加六针，编织12个短针。12针结束，同样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三圈锁一针，首先第一针编织一个短针，第二针增加一针，编织两个短针。这样每隔一针增加一针，同样增加六针。编织18个短针，后面第四圈和第五圈，每一圈各增加六针，加针至30个针目。第六圈锁一针，然后按顺序在每一针上。各编织一个逆短针，环形编织一圈。第六圈结束，将线剪断，隐藏线头的部分。这样呢，就是圆形织片的部分，一共是钩织两个织片。接下来，我们在其中一个织片上缝制文字的部分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夹心的部分。第一圈至第五圈，同样是每一圈各增加六针。第六圈我们按顺序，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环形编织一圈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三个织片安装到挂绳上。
这里呢，我们一共制作四个小圆饼。下面我们将流苏的部分固定到主体上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愿我们岁岁年年常相见。